断臂难寻，广汉搏之无望。怀疑因为叫老友长脚喺卫东被斩断左前臂嘅港男叶尚毅断手仲未揾翻，留意嘅佢对住警察乜都唔肯讲。妻儿嚟探佢，话等佢伤口好翻再考虑装义肢。佢前日朝早喺姨奶屋企。姨奶嘅妈妈寻日朝早抱埋岁半大嘅外孙女翻血案单位收拾残局，佢话见到睡房留低大滩血迹，恐怖到见到都想呕，足足用咗两个钟先洗干净。佢又话女好任性，同个港男几年前识咗冇耐就话结婚，但冇摆酒同注册，礼金都冇俾，过年利是都冇封，家人亦都唔知道佢喺香港有家室。而姨奶就话单案唔关前度男友事，又话公安叫佢唔好乱讲嘢，佢哋查紧案。